为港汇784尺嘅三房套，入门有个玄关位，可以做个鞋柜啦，然后再转入嚟一个长形嘅厨房，咁有两边工作台面，再入就系工人套房，有窗嘅。呢间屋嘅户型设计就比较长条啲，个人就麻麻地。好处都有几个嘅，成个单位无玄关位，走廊位够短，比较实用。你听，外面嗰个露台，望出去嘅景观比前面二期挡咗少少，但都叫做 OK 嘅。虽然海景窄身啲，但前排嘅一线可卖到30000一尺，呢度再平少少。但如果我俾到20000几，我唔计俾30000咯。只要个地段同埋个景观够值嘅话，当然你可以睇翻我对上一条片就1400尺嗰啲大位，咁你可以比较一下啦。主人房就几大下，然后都有个细露台，望出去都系海景，有自己嘅主人浴室，混石面啦，都好靓仔嘅。呢边就系下次系用企缸嘅，然后就两间睡房，大同小异啦。就望翻荃湾嗰边，成间屋就睇完，价钱大概2000万一间，位起尺价26000-27000左右，你哋又觉得点？